Hello，我们今天这边主要展示的是我们原缸 VTuber 的空间。那我今天主要展示的是我们这台直播控制器 AX310 的功能。对，那今天我们在这空间里面，像我现在是 VTuber 的直播主嘛，那今天这个Alina 是我们这个代表人物。对，那他会随着就是我的上半身的动作，然后来去做他的展演，像是手势啊、眼睛跟头部的部分，他都是可以做展示的。那今天这款直播控制器它强大的地方，主要是我们可以用它的软体，那展示就是一些热键。因为像 VTuber 的人物的动作，如果要做一些热键的话，可能在键盘上需要至少设定3到5个按钮。那在直播就是一直在变化的环境中，其实你要按出按钮，其实相当麻烦的。那我们今天就会把这些按钮打包之后，放进我们这台软体里面，作为一个按键。对，那它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它按键是可以设置无限多个，所以动作或者是上面我们的欢呼啊、表情包这些，它都可以在这里完成。那我们这个直播控制器，它其实就是整合电脑主机跟我们这个 OBS 系统啊，我们这边是用的 OBS 系统，那一起来做整合。那我们今天不论是音量的选择，还是快捷键，都可以在这台上面来做完成，这样子。对，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制作 Alina 按钮，那我现在只要随便按一个我们按钮按下去。那就可以执行像跳舞的一些动作这样子，对。那像我们上面一样，这些快捷按钮，我设定好之后，不论是我要去像 YouTube、Spotify 或者是 OBS 系统，我一样一点，它就可以开了。那我们这下面有6个这个音源的按钮，那前3个它都是已经直接设定好的，比如说像麦克风，那比如说今天有直播观众直接跟我们讲说，哎，你的人声太大了，有些声音听不到，我们这边它就可以直接用按钮做调整，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另外3个呢？它一样是给你随机设定，比如说，我们可能用 Discord 跟伙伴来做游戏的，就是互动啊这些。那一样声音的大小，一样我们调整到我们这台直播控制器，它一样可以来直接做调整。Hello，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环境是我们原缸 Gaming 的这个系列。对，那我今天主要介绍的是我们这个全缸首发这个 HDMI 2.1的 Capture Card。对，那最主打的就是它同时具有 USB 跟 PCIe 的界面，那它可以直接播出的画质高达 4K，然后 FPS 144这样子。那同时具备 VRR 跟 HDR 的功能，那它同时最高也可以录制到 4K P60 的画面。对，所以它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荧幕上显示我们2个画面，那它基本上是没有所谓延迟的，就是它画面是整体上是流畅的。那配合我们这个 OBS 系统，那游戏玩家在录制游戏，就是录制游戏的时候，大家可以直接使用我们这台机台。Hello，那我现在要呈现的这个环境是我们这个原缸的这个生活直播环境，像 Podcast 啦、唱歌啊、ASMR 这一块都可以来直接做展出。那像我们这边，它是直接使用这个 BU31的这个截取盒，那它是专门否相机的，那我们就是可以使用相机截取下来的这个画面。对，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不管是我要拍人、拍物、开箱这些都可以直接做使用。另外就是我们原缸最近也开发了一个新的 USB 麦克风，叫 AM350。对，那我们这款麦克风呢，它同时具备这个3.5的监听功能，那有全向性跟新形象性的这个声音收录的这个方式。对，那另外它是全球首发第一支跟 Direct 厂商合作的，那针对4个方面，不管是说话、唱歌、那 Podcast、那这个音乐的乐器这部分，它都是可以有这个更好的这个收音效果。对，那它这个它是方便，它是设计是非常人性化的，像调整声音大小、静音这一块。都是可以直接来做使用的。我现在所在的环境是我们原缸，就是商务系列的一个环境，交易环境这样子。那我今天要介绍的主要是这个我们新的这个视讯镜头 PW313D。对，那它不是一般视讯镜头，它是拥有2个视讯的，就是镜头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它主要是拿来像是教育，或者是做一些开箱文啊，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应用。那它是左右双镜头，有这个物理的这个开关。那一个镜头它可以照人，那另一个镜头的话，它是可以直接照到我们的，就是不管是产品啊，还是你要教学的书籍 DN 这一块，它都是可以直接来做呈现这样子。那因为它镜头是由上往下直接照下来的，所以它一般看到的产品，它都会是像梯形的。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启动它的一个功能，叫做我们的梯形校正。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去调整它的4个角度，所以我们把它调好之后，好，然后按这边。那它会直接变成直立式的，变长方形的，像书籍或者是图画。那像那个就是远端的，不管是使用者啊、观看者，它都可以更好的去辨认你产品的内容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这个产品它的这个镜头它是可以270度来去做旋转的。那我们旋转之后呢，那我今天比如说跟我的同事要向比如说美国的客户来做开会的一个应用，那我就在这边看，那那个镜头直接照向他，我们两个人同时可以输出这个萤幕，直接对向就是外国的客户啊，对，就是视讯镜头另一边的客户，他可以直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环境。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就是 Enterbox 的采访，那欢迎就是各位观众啊，那使用户啊，user 这些可以来我们就是 Computex Evermedia 的摊位来做参观这样子。